作为一名舞蹈助教，一天里面几乎有12个小时都和舞蹈有关。我们要开始上课啦！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拍摄结业视频了，所以我们下午要排练一下。每一位舞蹈生的日子，每天都是从在练功房1000个基本功的练习开始。在这里，很多学生流过汗，流过泪，直到最后紧张的准备考试，终于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，才明白这一场舞蹈的旅行多么难能可贵。现在是晚上8点钟了，我们已经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排练晚上要拍摄的舞蹈视频了，大家现在都有点疲惫了。我们现在在去拍视频的路上。我热爱舞蹈，这样的日子即使累却很幸福。愿在屏幕前看到视频的你也能和我一样，在努力过着充实又热爱的生活。